本侯正马，无礼之徒，让本侯来教训你。
가요. 你要做什么？等等，你想要的是钱财、宝物、女人，是丹药。那边分你一半。 有了这些，要筑起万世之业，也非难事。看来已有人抢先一步。从今往后，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。 天意也罢，曹某当奉陪到底，直至扑灭战乱之火。眼下大汉天命飘摇，内外交困。 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既如此，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，还天下以太平安定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贤才不论清浊。而若欲建功立业，曹某当显出相迎。 看我等如朱雀一般，浴火腾飞，直冲云霄。战事已尽，必须逃离京师募兵备战。 就等你一声令下了，该到我等乔佩子弟大显身手之时了。